你在等诗与远方。厦门大学在等你。在太平洋西岸，在台湾海峡这一边，在亚太的中心，有一所大学依山傍海，被誉为全中国最美丽的大学，它叫厦门大学。今天它向全世界的人才发出爱的信号，等待你的不仅有高达百万的补贴或资助，更重要的是未来的家和梦。这首《美丽厦门，你真水》唱出了厦门就是你未来生活的城市，它最形象地展现出厦门城在海上，海在城中的独特风景。年平均气温21度，一年300多天，阳光灿烂，厦门让花朵开满地，也让花开满四季。在这里，你离世界很近。在这里，你没有后顾之忧。如果用一个字概括这座城市，那就是和。在厦门，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，传统与现代兼收并蓄，经济与环境实现双赢，是一个可以骑自行车享受慢生活的海上花园。过去这15、16年来，厦门大学已经就国际海洋法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平台。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呢，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地利人和的环境。进入新世纪，厦大经济学继续践行国际化与现代化，一批新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明星正在涌现。目前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拥有细胞应急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3个国家级平台，这个平台里拥有价值超过1.5亿的各类大型仪器。厦门 University is not only China's most beautiful campus and my home for almost 30 years, but it's also the most international thinking. Our management college has one of the top 1 MBA programs in the world, and we have China's first overseas campus in Malaysia. So you want to experience China, come to 厦门 University.未来，你在这里看书，在这里吃饭，在这里运动，在这里与你的同行和学生交流。校内分布着30余家咖啡厅，相迎厦大。未来，你的孩子上的是全国最美、无敌海景的厦大幼儿园。全国百强的厦门大学附属研武小学，海外博士还可享受有关政策，为子女选择心仪的公立初中。厦门基础教育满意度在全国名列前茅，高考本科上线率为78.13%。未来你可能居住在这样的小区，在厦门，以任何一个点为圆心，以500米为半径，几乎都可以方便地找到菜市场、幼儿园、书店、银行、邮局，学校还提供周转房，帮你解决一时之需。未来，你还将徜徉在这样的校园里，感受青春的气息，
永远拥有年轻的心。厦门大学不仅是中国最美的大学，也是最具包容性的大学，所以这里走出了高晓松、易中天，也吸引了鲁迅、林语堂。这里不仅是年轻人才的舞台，也是青年人的沃土。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会计与财务学科是中国 CFO 的黄埔军校，在这里拥有良好的学术氛围。管理学院几乎每周都会邀请国际国内的学者进行学术 seminar。 数学学科在厦大举足轻重，校长对我们数学学科也非常重视，我们学院的氛围非常良好，学科也很齐全。我觉得生活环境和科研条件同样重要，而在厦门大学你可以同时拥有两者。选择一所大学，就是选择一种人生。这里是你的远方，也是你的家，是你的诗，也是你的梦。厦门大学，你无需选择，只需确认。